那你怎么都不能拉我一把？拉你，你听啊！那你不也是单车想背摩托的吗？哦，你现在来怨我。我觉得他家做一点意思没？哎，一点没有意思。还是这一年不如一年，感觉现在。真是现在，牛去，离他家还牛去，你知道啥想来玩现在，对不对？也没有意思了呢。金宁，没事。你等会儿去趟街上买点。几个金鱼啊？买金鱼了吗？阿弟不是来了吗？嗯。阿弟来还不天天？大鱼大肉啊！阿弟就是平平淡淡菜了。我说你买的在家里放着，搁冰箱里。不用买。买的。我给你500元够了不？够了。买两只鸡，两只鱼，看再买点么零食什么。哎，这个。买点了哈。去。拿去。买好了哈，不要买那么多。行了，肯定的。行，去那公司正好给你转。怎么了？等会儿再去。再去啊？我来，等会儿再去。现在啥个节奏嘛？急死人啊！等会儿的，等会儿下急了，俺再过去，知道不？俺庄有局。俺庄现在有局。这500块钱，100块咱买两条鱼够了。100块咱买两只鸡够了，还剩300，上前面转转，对不对？单车变摩托啊！哎呦我的妈！转转，完了，对不对？不要急，不要慌。你莫急，打的真是吧？啥个急？哪里急了？受了了不？你就反，那我叫你去哪，你怎么都不能拉我一把？拉你，你听啊！那你不也是单车想背摩托的吗？哦，你现在来怨我了。秒的书名，好几百块钱秒的。是个秒，我大奶壳都给拔走了，还你最后还欠2块钱，还把子都给这个拽走了。你要走什么走啊？知道吗？俺没说那些废话了。你去借钱吧，我不去。这大过年上哪里借钱啊？你都不去借的。你去借，你去借。娜姐给我钱是买东西给你吃的。对呀、啊，给我吃，你都把大牌带回去，大牌都输了了。你叫我去借钱，这你帮不了你，帮不了。你去借，你去借。我在那等你。我说你去借，你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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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在那等你。我说你去借，我没拿呢，去谁呀？你去借，我说你去借，你去。你去，我就说你去，你去不去？我不去。你怎么去？啊，不去怎么去？站着，冻死吧，就冻死。还穿鞋吧？俺商量商量不行吗？啊，俺再商量商量不行吗？你说吧，你借2杯，我借3杯，不行吗？行，真行。嗯，那你打电话给你朋友，你把那鞋给我，我去上班去。我把那鞋脱过，你再给等我。你打电话给你朋友，要能行我，要能行就行，不能行算。哎，爸爸，你的脚那么大吗？坐着，坐着，咱俩看着。先坐着，等着啊！我去找我，你再等着啊！